看到的这款压拍机就是我们最新款的 JH011 可折叠压拍机。这款压拍机相对于以往的机型，它的体积更小，可是麻雀虽小，五脏俱全。相对于以往的机型，它的功能可一样都没有少。这款机器改动的最大的一个特点是可拆卸，腿部40厘米可拆卸，拆卸和安装的方法也是比较简单的，减少了包装的体积和重量，相应的也减少了运费。如果是发往国外，节省的运费也会比较多。这款机器配备了上下共4个摄像头，可以完美修复苹果、三星、国产等市面上主流的屏幕。屏幕我们采用15寸超大屏幕，图像1分为4，每台机器画面都经过我们专业的调试和测试，保证画质清晰。机器配备的是钛合金万能刀头，不管是压苹果、三星、国产屏幕都不需要更换刀头，一个刀头通通搞定。脉冲机核心部分温控，我们采用国际品牌欧姆龙，温度分2段平稳输出，保证压牌效果。下面我压一个苹果6代的屏幕给大家演示一下效果。首先按红色按键，将屏幕固定在上面，然后红键定位，屏幕上所有的线路都对正，然后按绿色按键启动压力机。测试一下这个屏幕，接下来我们压触摸盘，首先将屏幕固定，黑色的线路和黄色的线路对齐，定好位之后再压，左边的方法和右边的方法是一样的，定好位之后我们启动压牌机。最后我们测试一下这个屏幕，触摸为良品，显示 OK。